Oh.
菩萨阿弥陀佛，做一个三宝弟子就要护持三宝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多照佛像，代表佛陀的身体。第二个呢，护持佛陀的口业，那我们要多印经典佛书去推广。第三个，护持佛陀的心，那是代表什么？舍利塔、佛塔、转经轮。所以希望各位呢，我们要发起大造大型的转经轮、小型的转经轮、大小的舍利塔，来放置在任何地方，让大家有机会接触到佛陀的教法、佛陀的心，来圆满佛陀的身口意。阿弥陀佛。生命基金会募集菩萨大德的发心，共同供养佛陀身与意，庄严世界，净化人心。欢迎护持佛像、经典、舍利塔制作。划拨账号：1965。